林志颖出道四分之一世纪，歌声靠真诚取胜。出道25周年，林志颖推出纪念专辑《我的骄傲》，距离上一张唱片已12年。这一次，林志颖分享自己的人生观。身为人生胜利组，他表示，一路走来都保持住目往初衷的心态，因此面对任何事都能笑脸以对。林志颖虽非实力派歌手，但出道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他，有着许多老艺人的想法，面对镜头永远笑脸以对，拍照要看姿势，当然，面对敏感问题，也能巧妙避开。冻龄有数的他，一张娃娃脸看不出太多岁月的风霜，只是聊到年纪，他坚持要以西元方式计算，因此，今年只有43岁，这加一减一的回答，看得出他童心的一面。